其實我是一個職業足球員的身份，也是教育學院的大學生。其實我覺得踢球和讀書一樣，只要你有不放棄精神和堅定的意志，你都是一樣可以成功。以前在我的世界只是得足球兩個字而已，之前的東亞運動會，香港隊拿了金牌，但當時我就只是一個後備門將的身份，就覺得有些失落。咁後屘會發覺足球係咪我嘅一切呢？咁其實喺教院嘅大學生活啦，都非常之辛苦，因為我又要兼顧練波，又要兼顧我嘅學業啦。但係入到嚟好開心啦，經歷過之前嘅大專杯啦，我哋又攞到冠軍啦，咁其實都好開心可以攞到呢啲嘅榮譽。就算我踢職業足球，我都可能未必攞到一啲咁嘅榮譽。我發覺我擴闊咗我嘅眼界啦，咁我嘅知識豐富咗好多啦，咁唔單止喺足球上面啦。我教開踢球嘅，咁以前嘅心態可能係我教識你足球上面嘅技術啊，就足夠。但入咗嚟教院讀書之後，我會發覺着重於個人嘅品德係相當之重要。呢個跑咯，作為一個守門員，90分鐘嘅賽事，好似訓練緊我嘅耐力。教育一樣，呢個係我終身嘅事業，冇一刻可以鬆懈。